60秒。这段感情，首先我得向你道歉，也是我管的太多，也确实打扰到了你的生活，首先我得道歉。但是希望以后的日子里，各位老师和嘉宾说的话能听进去一些。如果真的累了，就放手吧，让彼此过得更好一些。嘉宾老师的话我会听进去的，我会管好我自己，给自己留一些时间，让自己沉浸下来。然后我也希望你日后能过得更加好，更加快乐。我希望你能多一些自信，多一些阳光。同学太有运回来了，这例子是啥意思啊？他不是说我就给男同学送，不给他送吗？那现在我也给你送，作为朋友送给你。这就完了，作为朋友送给你了。那什么呀？眼镜。眼镜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送的我第一个礼物就是一副眼镜啊。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，能想起来我们第一次出来的场景。啊，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请关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祝他们幸福吧。